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以前299集的节目。 Hasbro 今年呢有一支非常亮眼的低龄化产品，它是赛博坦制的 Deluxe 等级这一个路线的产品，目前呢玩过了前面几个，这些就已经跟大家做过分享， Optimus Prime、 Megatron、 Shockwave、 Bumblebee、 Horror 跟 Grimlock， 前面这六个呢已经都给大家做过分享了。那么第七个 RC 呢，在台湾呢卖到非常的贵，是原价的几乎快要翻倍，超过台币要1000块钱。那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是最后一款，这个应该翻成雷嚎吧，就 Thunder 什么什么，就是雷的吼声，雷嚎。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在台湾是完全是买不到的，它是没有台湾代理版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是一个也是我的观众朋友呢，他呢应该是买的这个纯美版的，就是真正的在美国那边去发过来的，那上面呢没有任何的台湾这边代理商的贴纸。也就是说呢，前面六个呢在烦恼城呢，可能这目前最多应该是这个吧，哈罗应该是最多。那 RC 的话呢，烦恼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网拍上一直要1000多，最后一只这个雷豪给你断尾，那势必的你会没有办法组合成最后的这个麦卡丹，那也就是盒子侧边的这个人物，那就变成说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恶劣了啊！你前面为了凑集这个家伙，可能前面有你不喜欢的人物，我们已经乖乖买了，结果你在最后的时候呢，你把我们最后一个玩具给断尾，没有代理版，那我只能说这个吃相真的是真的是坑钱很快啊，然后我又没闪啊，就还好我闪过了啊。这个有朋友呢借给我这一款非常非常不容易能够玩到的雷豪，那今天的话呢就把它放在我的1299集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啦。先给各位看一下它最丑的一个角度，就后面该有的坑洞啊其实也都是有的，小腿后面、手臂后面，包括这个上臂的后面，包括连脑袋的后面啊都是空的啊，这个就也不是新闻啦，也不是一天两天啦啊。那这些的话呢我都可以忍受啊，毕竟这是一个低龄化的玩具啊，这个应该是到这吧啊，扣不了。但是它有许多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首先是它的一个武器，你已经看到了一把武器，上面还自带一个特效键，这个时候特效键就是直接的就是做一个拔叉，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特效键，你可以把它给拿下来啊，没有问题，但是拿装上去的话可能会比较帅一点啊，拿下来好了。那短剑因为是照比例量，真的是短剑，没有任何的涂装，跟手臂是同样的一个骨这个你要说屎黄色的配色也可以啦。那这个玩具毕竟是 Hasbro 的美版吧，身上一些水口啊这些东西啊就处理的不是很漂亮，这个就不是新闻了，也不要特别在意。那这个武器的握持呢非常的紧实，另外还有一面盾，那这个盾的话呢我是把它握在手拳头里头，那当然其实它标准的一个握法的话呢是应该要放在侧边了啊，它侧边也是有洞的，也是可以扣的，但是呢我觉得啊平常在摆放的时候呢是放在手上也行，因为这个跟肩上的这个肩甲的话呢是干涉比较多。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有点像是地球崛起里头那个鲨鱼精的那个背部的造型啊，包括它等一下变形的时候呢也是在一个背上的。那么这些武器的话呢配件都先给拿下来，到这边已经是非常丰富了，以 Deluxe 等级来说的话，那它是一个胸口是一个狼头，而且呢居然是个博派，我一直以为呢这个应该会是狂派的角色，然后是看不到脸的啊。那因为动画片的话呢我没有追到这个人物背后的话呢有两条这个像是像是这个其实尾巴分开，那这个呢毫无疑问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架。那我手上这一款关节各方面来说呢都是比较偏紧实的，那这个站立性的话就会还蛮不赖的了啊，拳头也可以转。这个以 Deluxe 等级来说的话呢，除了说吧腰身是卡死不能动之外，它原本已经能动的位置也差不多都能够动，手臂的话呢因为变形的需要也可以前后的一个搓动啊。那这个头部的话呢就不是球形关节左右转，而且是有一个局限性的啊，面脸的话呢会去卡到旁边的东西。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雷豪的变形过程。其实它的变形过程呢有点意思，但是呢并没有那么样的流畅跟爽快了啊。这个具体原因呢待会呢变完你就知道了啊。因为呢它的一个双动关节非常的多，而且有很多地方呢其实是人形跟兽形之间的一个转换啊。那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这里有一块部件，然后这里有个缺口，这个地方呢是要把它给卡在一起，卡到这儿。然后呢这个狼头的话呢是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到这里就好了。
那么呢，这个地方你注意到它这里是有斜斜一个角度斜上来的，这是无可避免的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手部的话呢先往下面钻下来，然后呢转到一个往前的一个角度，这里也是一样往下放就可以了。再来呢，将这个背后的这个部件呢翻开到中间来。那我们翻开到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先进行一样东西的收纳，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宝剑的一个形状，是的，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居然呢是这么中二的呢收在这个位置上，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赞。然后你要注意到哦，它这个宝剑你看到没有，它的宝剑其实两侧的形状是不一样的，看到没有，注意到 OK 这样子，两侧形状是，这里有个狼头，这里是没有的，你要注意到狼头的部分呢是要面对这里，你看有一个狼头的一个形状，如果你放错的话呢会合不起来啊，这一点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到，从这个地方然后把它给盖上去 OK 了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整个宝剑呢就收到了脊椎骨里头，用宝剑当脊椎真的是太中二了，我太喜欢了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脚这个部分呢注意到这里啊，分开之后的话呢是要往这里往外拉出来的，往这里注意到看这里，把它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可以往上面动的，待会是要把它往上瞧一点点。再把这个部件呢翻出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到这边把这个地方拉出来，然后往外翻出来。那我们往外翻出来的目的呢还要往上翘一点呢，是因为要把这个凸的这一块凸呢移到上面这里，如果你不是照这个角度来放的话呢会卡不进去，这样子如此这般扣进去了，这里是一样的，转上来扣进去了，再把脚呢给往下面放一点点。那再把这个背上头这个部分呢，它这里的话呢左右两侧呢是各有两个凸的啊，把它放下去呢就会去卡住这两侧，它没有办法扣紧，但是呢有一定的一个束缚力啊，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好，最后都是怎么样呢，把这个盾牌的部分呢，你看到没有，这里里面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啊。这个一旦扣上去的话呢，整个一个结构呢就更加的完整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脚啊就是做一个兽形的一个摆放，这个呢等于是最后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如果你变形的话呢稍微熟练一点的话会觉得有点流畅，不然的话呢其实以这个玩具的话呢，因为它的一个关节呢比较偏紧，然后身上呢有一些呢是没有铆钉的一个 C 型扣，偶尔的话呢会有这个喷溅的一个情况发生啊，偶尔会有了啊。那我们这个脚的话就是往后折，这里再往前放，就所谓的一个 chicken leg。 有人问我说什么是 chicken leg 啊，就是鸡爪，那也有人说是这个禽兽腿， OK anyway 没关系，反正就这么回事吧。那这个呢盾牌收到了背，剑变成这个以盾为背以剑为脊椎啊，这个听起来就很中二，但是这还不够帅啊。这个特效剑的话呢还可以变成是一个嘴巴里头的一个特效剑，那你要扣的是里面还有一块凸这个地方，那稍微的话把这个上颚呢再提出来一点点，那以这个地方是有个卡扣的，把它给扣进去就会变成了是一个就像和会这个后方的这个帅到不行的这个，不知道是喷电还是什么，应该是喷电吧。这个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雷豪的整个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那比较可惜，以兽形态下的话呢应该就是我觉得前爪吧，前爪的话就是它这个角度的关系啊，如果你要让它角度摆好看的话呢可能需要稍微借位一下或怎么样，如果你要把这个爪子的话呢是平放的情况下呢，它的一个前肢啊会非常非常的低啊，几乎要压到是非常的低，你看这个角度。然后这个特效键的话你可以利用头部的一个转动是稍微往上转，但极限也就这样了啊。那它的一个可动呢嘴巴要不头上下动，左右不行，下颚可以再张开。那这个前肢的话呢就跟这个跟这个人形下是一样的啊，腰身当然不能动，尾巴也不能动了啊。拿在手上的话是一体性，当然还是挺好的啦。那是一款非常非常，至少目前在台湾吧是买不到的，好像我这个有这个 B 站上有大陆朋友也是留言说似乎最后一个雷豪是断货的，那我不晓得它是全世界都买不到呢还是只有在台湾这边我们买不到，那就是非常非常就让人觉得很恶劣啦。那你这样如果你是有心为了收集这个麦卡丹然后去把前面六个都收齐了，结果你最后两个呢啊，一个超高价啊，一个是这个断货，那你就是这个奇心真的是非常非常恶心的啊。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这一期的话呢就感谢呢一位变形金刚同号呢这个也算是老观众了啊，那主动的话呢联系我，不然我真的以为这款玩具的话应该跟我是无缘了啊。
那这一款麦卡顿的话呢，因为它已经八个都收集了，这个玩具呢我也发过一个动态，这个到时候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个呢就是我们1299集的节目，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